豪门妈妈斗一番，赠千亿币有乜礼物？千亿币擂台之妈妈的礼物 ，Ready Fight！首先出场嘅系啱啱帮霍家添丁嘅郭晶晶啊，佢嘅收获好丰富噶，听闻有两亿奖励，霍家独立别墅一栋，仲有晶光每人每月60,000蚊零用钱，哇！李嘉欣都唔弱噶，2011年成功帮许家继后香灯，有传系5亿一胎啊，不过产后就获得1亿奖励啦。同嘉欣差唔多嘅有 Isabella， 2009年为李泽楷喺加拿大秘密生咗大仔长志，都有成亿豪宅收噶。2010年再为李家生多对孖仔，大功告成，可惜最后同李泽楷分手咯。但三个仔仔依然可以承继792亿身家噶。好过 Isabella 少少嘅有金比，帮大楼生咗一仔一女。有传大女秀华5个月嗰阵，大楼前后送咗3栋豪宅，好有爱啊！跟住落嚟有今日嘅冠军徐子淇，为李嘉诚生咗2女1仔，大女出世嗰阵送500,000珠宝首饰，二女出世送100,000钻石、500,000法拉利，合计共1.7亿。最夸呢系细仔出世，有传子淇获得10亿港纸奖励，老爷李兆基仲为个孙设立过亿成长基金，真系名副其实嘅金菠萝啦。不过钱都系其次，家庭幸福先系最紧要啊嘛。